没有，我觉得最哇也不是管住啦，我就是管不住啊，不是关注啊。没有，因为我何梦圆户头生四位数，不敢爱了。全明星曾毅翔无心情欲，亏他体力好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Top One。我觉得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我给我自己下了一个最后的目标。我说，就谢谢他们没有放弃我，我已经倾家荡产了。我就是你的兄弟，就算是烈日会陪着你，喝醉了没关系，我会载你回去，全世界我最近。何梦圆去年四月在《全明星二》跟才子爆出双P，重伤女友豆豆，最后宣布退出节目。消失19个月的她，6号复出举办生日音乐会，四位前团员都到场站台。而为了这场粉丝见面会，她砸了将近100万，而且一手操办。因为我其实预计明年会发EP，然后我想要做一首唱跳的。现在还有存款？今天发完薪水，户头应该好像剩4位数而已。告诉自己不要再谈恋爱，因为怕影响到最后一次。这话有刺，这话有刺，对，每天都在提醒自己啊，然后不要再犯下一样的错，对啊，然后遇到一个真的喜欢的人，就好好爱他，这样。以前豆豆还有新朋友吗？还会联络吗？都没有联络了，才联络吗？对啊，就是都一样啊，就是发生事情，然后我都有讲清楚啊，然后觉得就还是不要打扰，因为彼此都受了很大的创伤，就真的对他们很抱歉，也想要再次的跟他们说，就是对不起这样子，因为我过去很比较幼稚的行为啊，然后就是让他们受伤了，那我也付上我应该承担的代价，也希望他们可以原谅，然后大家就继续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然后一起努力。没有，就先不要吧。因为只剩4位数，也不会太多。一起让你学习到最大部分是什么？最大部分哦，交友慎选。啊，不是啊，没有，我帮缓和一下，太严肃了。我觉得最哇，也不是管住啦，我就是管不住啊，不是拴住啊。没有，因为我管住不把它拴住。好，拴住拴住。要拴住。对。要扎好死。你是要帮我还是要？那想去全明星还敢恋爱？你说我吗？对啊，我不太敢，就是希望说大家要专注在运动啊，专注运动，然后不要有其他的，对啊，就是不要有其他的行为啊。那时候要进全明星的时候，有问梦圆说，对我就问他意见啊，然后他就跟我讲说，好好运动。好好运动，4个字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真的是大家都 focus 在运动，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管其他的一些 maybe 情欲的东西，也没那个体力啊。哥，你体力蛮好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样子啊，香哎，香很对啊，香。林香哦，林香蛮正的啊，但是我还是专注在运动啊，因为毕竟有个前车之鉴。我身上我都吃。梦友开始想说，找我们来到底对还是错？